老师了，一会儿过了。行行行，开始。刚化好妆，然后准备去拍摄，然后现在先换衣服。拜拜。要不要干嘛？那选个配饰吧。现在要去拍摄的地方了，然后可以把镜头给我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然后我们就到了。Hello， 老师好。哎，然后我现在开始工作了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室外去拍摄，灯光充足，所以说光不错，人有点难受。这感觉这得有32-33度吧，至少。36是吧？天哪！真的是考试。考试能考成西红柿。哦，这边呢好热，那镜头里的光应该都不一样了一下。咱们开始啊，有吗？外套吗？先拍个，就先拍两个，是吧？来，先拍外套。外景拍的怎么样？拍的挺好的，我这有个倒车，那倒车救命，一会儿就没有了。这个我也是知道的，黑猫警长。你是在这呢？啊，不是变形金刚，对吧？你是要怎么？哦。这是啥？熊。这不是熊吗？好像是老虎还是豹子？应该是老虎豹子。狮子，是狮子是吗？老虎啊，豹子。豹子。累的呀。实力证明什么是花痴。离谱了吧？这为什么会开口啊？那边，这是太离谱了。来自艺人的细节你怎么看得到的？不是价格不一样，那就是个卖易拉罐的。没事。